怎么才算是喜欢一个人？喜欢一个人的表现，应该大家都差不多吧。他就好像是某个突然的瞬间。我们猜测不到，也改变不了。渐渐的，每一件关于你的事情，我都会去注意。如果我能早点认识他就好。竹马，抵不过天降。到底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吗？其实，表白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有吸引力的人在一起，就是归属感在的地方。他们可以放下防备，不管说什么、做什么，都是最真实的反应。以后还有很多个秋天，但没有哪一个会像我们认识这个秋天。